以及现场的啊代表会所有代表啊，还有王村里议，还有所有里长啊，也有校长啊，家长会会长，在座的啊媒体先生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年跟往年特别不一样，2022啊迎春啊彩灯活动在中山公园，今天特别在这边扩大举行。其实讲起来的话，今年是虎年，虎年生风啊，我们主题啊，主灯是差不多有8公尺的高度，其实可以照亮整个啊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公所可以照亮的啊，会吸引很多客人来这边啊。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啊，在垂直下来有一些那个啊紫色的彩带，中间有黄色的彩带啊，这表示说一年来的话。啊，光一照的话，就是产生一种啊水质啊光质，可以带动整个罗东的繁荣，也可以带动新的一年虎年大家虎虎生威，虎虎行大运啊，又是一个一年新的开始。我想大家会带来很多的福气啊。我们前面有一个隧道，它是由学校中小学大家共同啊拿出最精彩、最啊最巧思的设计。设计出以虎年为单为主体啊，设计不同一样的啊虎虎生威的啊那个灯饰，你看整个五花八门，会带动整体啊所有的啊学生创作的最大最好的作品啊。今年一共是666位作品，也是66大顺利，一个新年的开始，我想大家都会顺顺利利，尤其是虎年。啊，在罗东公所这边的举办，可以带来很多观光客到罗东来旅游啊，尤其在走春的时候，会带给罗东非常多的繁荣，带给罗东很好的商机啊。在此祝新的一年，祝所有朋友大家啊，心情愉快，家家户户满满的福气啊！虎年行大运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主席。感谢大家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哦。从元旦过后呢，我们的中山公园跟我们的这个公所前面的这条大路呢，一直在有一些的这个装置艺术在动起来，所以每个人都问我啊，给你您歌曲别闭什么吧，用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街景布置呢？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在大家的期盼之下呢，我跟主席一起，我们把它点灯点出来了。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？有没有？有啊、哦。我们呢，农历年今年过那个下礼拜就是我们的一年的这个虎年，这个金虎年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装置艺术上呢，我们就跟所有的学校，我们国镇内的8所国小国中同学跟我们配合啊，做了很漂亮的很可爱的老虎的灯饰，在我们的公所前面这条我们的灯饰街上面啊。所以呢，你们如果去仔细看，每一只老虎完全都不会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呢，这绝对是他们一笔一笔把它做出来，一个一个去把它做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在这边要感谢我们学校的校长、还有家长会长、还有老师们，你们的辛苦的指导，让我们的同学呢能够把他们的才华在这个成品上面展现出来。那也是呢，那个同学跟我们的这个公所的这个街景布置呢一起的配合。那我跟主席后面，我们这个贵宾后面的这个主灯饰呢，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的主持人，我们光临也介绍了，这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紫气东来虎虎生风的一个主灯饰。他希望呢，去年一年哈、大家都很不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主视节呢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向，让大家都能够一扫阴霾，让我们的福气满满。希望这个虎虎生风的这股风呢，把疫情吹走，让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所以在这里要感谢各位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。希望在春节期间，大家都能够来一起来欣赏
这样的这个灯饰街景的布置，让大家都能够有疗愈的一个灯饰之下呢，陪大家过一个快乐平安健康的年。感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站长。四宝贝，一起来现身说法，和我们分享在做这个主题小老虎灯饰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得感想。那首先我大家邀请到什么罗登国小呢？我们的郑安桥，来安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呢巧手制作的过程跟心情哦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安桥。三分钟，跳起来，再回去。